那按钮怎么做出来啊？刚刚这个地方，我们把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枢纽分析表可以先不要看好了哈。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一键完成的话，那第一个，请你把这些栏哦，因为太宽了，把栏宽稍微缩小一点好了。哎，不要太小，大概就差不多让它可以呈现大概这样吧哈，能够让它旁边有一些空间哈，然后可以放什么？放我们那两个按钮好了。我给它把这几栏哈，把它拉过来一点点，这样啊，旁边两个按，那这两个按钮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按下它，它能够帮我快速的把这些范围都产生。第二个就是清除，那不过我们干脆先录清除好了。所以第一个一样把什么开发人员叫出来，那这个开发人员里面的话呢，我希望就是说那个两个按钮啦，比如第一个按钮哈，看一下我之前做的，我 demo 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枢纽分析表哈。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做出来的结果哈，这边哦，假如说我希望类似像这样哈，问卷调查聚集清除，按下它，这样按下它就结果，类似像这样子哈。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哈？再来的话呢哈，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哦做出像这样的效果哦，问卷调查的聚集啊，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哈，如果我用录制聚集的方法来做，按个清除，所以我会需要两个按钮。那这两个按钮怎么做？第一个哈，我们切回来。不过哈，那个框线部分呢，当你要画不画没关系。那不过我的习惯，框线还是画一下。那你可以游标放 A1，Ctrl+Shift 向右向下，然后框线呢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一个其他框线？其他框线部分的话呢，你就找什么？第一个设定颜色，把它改成红色，然后外框跟内框按一下就好。所以红色外框内按确定，这边全部都画好了。哦 ，OK， 啊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那这边的话漂亮一点，让它拉过来一点好了，这边看起来这样 OK 一点哈，啊，再来的话就是我要录两个按钮，第一个是清除好了，所以录制聚集，先打一个清除，啊，所以我先把那个什么名称先打上去哈，清除，一游标放在 B2， 哈，二 Ctrl+Shift 向右向下，啊，当然你用选的我不建议啊，因为你用选的话。那范围改变了，录下来的东西以后不太能用哦。按 delete 好 ，OK， 第一个停止。第二的话呢，再录一个什么呢？游标一样把它取消，放这边哈。录制之前的话，先叫做什么？枢纽分，叫问卷调查好了哈。问卷调查，啊，聚集啊。动作的话呢，哈，不过按去确定之前，你可能要输入公式啊。那个公式刚刚已经被人清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好像云端上面也有。哦，我刚刚有把那个，就是你那个问卷调查这边这个公式啊，在这里。好，哦，没有把它复制贴上。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从这边可以哈，哦，直接拿来 ，Ctrl+C。所以录制之前的话，也许我们先做一个好了，先预先哦，先在这边。只要做一个就好了啊。这边的话就是，问卷性别这边加一个什么，这边改一下，啊，这边可以改成什么，叫 indirect， 啊，先切到这边，这边的话呢，直接抓什么，抓那个问卷调查这一个的性别，啊，其实这个前面它会多这个把它删掉 ，B1 好了 ，B1 前面加一个 indirect。哦，这个单字可能要背一下 ，indirect， 前刮胡，哦，对，多一个哦，可以看出来了，哦，考试的话不要多一个就 OK 了哈，哦。那你会发现哦，还有一个，如果你多一个哈，哦，它后面好像会空的，有没有啊？如果你是对的话，它会出现可变的，哦，这也许是一个出错的方式了哈，哦。啊，另外的按确定就 OK 啊。另外，如果你这个单字背不出来的话，有没有？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哦。你可以切到前面这边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有没有 indirect？ 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按其他函数，然后呢，这边找到它是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I 开头的 indirect 出来了，有没有？你游标一样放里面，按确定，它会自动出现。那你这个里面只要输入什么 B1 就可以了 ，B1， 然后把一锁起来，
有没有？它一样会帮你把公式放进去。好，这一招是不用记啦，哈，但你可能要记这个方法。好 ，OK， 按确定。啊，里面的话呢，他就帮我把它查过来。不过查错的话，这边到底哎，还哪里有错 ？A1， 这个是 B1， OK， 然后 A1 查过来，然后这边的话是 B1 有锁，第二栏第一 interpreter 性别，哎，会不会是里面我的那个？再来确定一下这边是不是性别？哎，性别没错。哦，哪里有错 ？Indirector 啊，不对，对，没错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多了两啊，所以刚刚不用打那个双引号，我多打了 ，OK 哈、哦，这样按确定哈、哦，看得出来吧哈、哦，啊，再来就向右向下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录制了哈、哦，这边已经 OK 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啊，游标先放外面哦，录制剧集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哎叫问卷调查。聚集按确定好 ，OK。一游标放这边，二再放这个里面打勾，再来向右，再来向下。好，停止录制，大功告成啊！最后的话就插入两个按钮，好，所以我需要你们期末考试这边呢，帮我产生一个问卷调查的按钮。哦 ，OK。好，期末考试如果考到这一题的话了，好，假设哈。这要看运气哦，不是没，而且我可能会踩梅花座，你跟旁边的人题目不一样，所以你也不要想着要看别人的哦。OK， 清楚哦。好，问卷调查，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要心理准备哦，不要以为说你，反正我们尽量，尽量让那个考试过程是公平的，所以尽量就你不要去想说你要有什么看别人的方式可以拿到高分。我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哦啊！可是我也不敢保证，我也不是神，我不可能说所有地方都遏止你们不要做一些舞弊的事情。因为说真的，黑暗的势力还是会是存在的，只是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时间花在黑暗的势力上面。黑暗的势力。对，就是你要花在光明的往光明部，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人，所以我们不会去想说你们会怎么去做啦。我只是说我可能尽量去消弭那些不应该要有的东西出现啦，大概是这样而已啦，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、哦、好、啊、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这样把它点下去、哦、就完成了、哦、啊，所以今天的话就是说把一这个东西先公式做出来，二把它录制成两个按钮啊，把它储存一下，所以最后把它储存啊，储存一样哦，否哈，然后就是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那个启用聚集的活页部。那今天大概就是做到这里 ，OK 哈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